嗨，大家好，我是苹果，今天要来拆拆全家福袋。先把口开。哇，这里面有什么？你看，我好像有没有锁？我要煎卡皮纳牛肉薯条。还有泡面来一个，超这个哎，冰箱哎，女神。那知道它名字巧克力，各价值45。乐事的原味茶，好像奇丹的。哎，这是有超过的，这我会喝。哎呦哎呦，什么面膜？什么东西？商品兑换券。最主要这个包在抽奖用的。再一个249。舞台小布，冰室。这个就是那个果汁兑换券。嗯。好难开啊！不知道会不会是它的小卡，不是零的。再把撕烂给别吃。贴纸，好像是贴纸。我有是卡片。对呀，可以出去，没有了。各奖到九奖都不错，不可惜，没关系。嗯，都很可惜。只有五奖的那个虾皮125，性格又满，自己的性格又跟那个劝世满600折100的。